这袜子我能当鞋子。看这里，那爸爸那里叫，啊，喳喳，嘿嘿嘿嘿嘿，哇，我们有九千呐，哇，今天我来做一道烂豆腐，因为这两天做了很多那个豆腐嘛，然后我就拿一点来炒。我的天，哇，这大豆腐煮的那么凄惨，不要那么炒，好香香的。但是要我们农村这种豆腐炒起肉，那能冒起肉？小心哦。最喜欢吃是这种豆腐。爸爸吃的。哎，奶奶，你们就没带走。妈妈还有没有？小心啊，你妈还没吃。上口味。喜欢这样吃，多长时间？